Hello， 姐妹们，现在又到了炎热的夏天，是不是很多姐妹化好妆才五分钟就开始脱妆了？特别是爱出油出汗的姐妹，是不是戴上口罩底妆就被蹭掉了？我就是一个大油皮，我经常底妆就被蹭掉。但是自从我用了小银块的这个粉饼之后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底妆被蹭掉了。脸上现在是非常多的油光，然后我现在就用我们这个粉饼轻轻的按压一下，你看一秒雾面哑光，看一下对比，你看这边是油光，这边是雾面哑光。可以看到脸上的粉质真的超级细腻，我真的超爱它，还带有一些遮瑕的力度，如果瑕疵比较严重的姐妹一定要去入手它，真的遮瑕力也非常 OK， 防水防汗，不会出现一个晕妆的一个效果的，它是不会晕妆的，持妆12个小时都是妥妥的。而且它还自带小镜子跟一个粉扑，真的超级方便，带出去小小的一个非常的便携，是哪个女生还没有拥有它呢？